健康新主流美食 cooking show 观念六六六耶！哇，好热闹，从来没有那么多人跟我们一起。开心族、感谢族哦，是啊，平常这一群人啊都是幕后的常进人，今天突然冲出来，还有吓一跳。不过一起开场真的有新鲜感。That's right， 这就好像想起那个我们去荞麦园采访的时候啊，那些叔叔啊、阿伯啊、一起到秀霞姨家一起帮忙、一起凑热闹的那种情形哦。的确，那天我看到这么多人一直来啊，好热闹。我就私底下问那个秀霞阿姨说，是不是呢？因为要来看我们拍电视，就来这么多人呢？哦，其实没有哎。你看，这么多人都在吃面啊，跟我们一起都不是很好玩吗？因为啊，秀霞阿姨有说，他们平常只要收割的时候就会酒到顶。哇，大家一起来，你帮我，我帮你的话，啊、好不快乐呢。其实啊，收割的时候啊，人多好办事啊，收割的多也快。就像我一说啊，他忙起来的时候，这些人一来啊，不仅会有得吃以外呢，他根本就不怕落某狼啊。对啊，其实这有点像客家族群那种团结性。是，没错。而且最主要，我觉得哈，乡下在种田的时候，每次收割起来，只要煮东西、煮点心啊，哇，左邻右舍就是有点心好吃嘛，倒洒干这样也比较不会得忧郁症。是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点心，很棒。我们就要用秀霞阿姨他们家做的荞麦磨出来的荞麦粉，哇，然后用它的荞麦粒煮成荞麦饭，来做一个黑糖荞麦杂粮馒头。哇，那我们现在来赶快看怎么做，因为今天的黑糖的哈，我们要先熬成糖浆。对 ，OK， 所以我们先来熬糖浆，再来打面团。好 ，OK， 我们这边有多少黑糖？这里的黑糖大概一杯。一杯，好，那我们加四分之一杯的水，是冷水就可以了。OK， 然后把一杯的黑糖哈。熬起来会更香，然后大概哈中火滚哈，把它盖起来，大概两分钟它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加四分之一杯的冷水降温，不然你的面团会被打死。太热，对，太热。OK， 所以我们这边哈给它，那么一滚转小火煮一下下时间，再加四分之一杯的冷水给它冷却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今天再来第一个做黑糖馒头，熬糖浆很重要。对，第二个做酵种，酵种哈。对，那我们这里呢，用一点糖。对，用一点糖。OK， 我妈妈以前从小卖那个包子啊，所以她说做贵了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就是加一点面粉。OK， 然后我们加那个，先用一点热水哈，四分之一杯，然后加一点温水，总共半杯的水，加一点冷水变温水这样子。OK， 好，你太热会把那个酵母啊 ，OK， 都弄死了，再来一点。总共要半杯，我们刚才哈这个黑糖哈，总共用到半杯的水 ，OK。然后这边呢做酵种哦，也是用到半杯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 ，OK， 要很准哈 ，OK。好，可以了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再一点点 ，OK。好，半杯，把糖调进来，给它调融。OK， 我们面粉跟糖一起调均匀先哈，然后我们再把一茶匙的这个酵母 ，OK， 撒在下面。对。这个是 yeast， 干酵母，干酵母哈，这样用撒的 ，OK， 然后就把它盖起来，给它哈，八分到十二分啊，看天气 ，OK， 啊，那我们就等一下给它发酵，然后我们的因为有时天气冷，冬天啊，你的馒头很慢发，发的，所以你现在用一个酵种它比较快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呢，我们这里要打糖浆，已经闻到香味了，闻到香味哦，滚了，对，有没有？那黑糖你加，用黑糖粉的话呢，哈，颜色不会那么漂亮。可是熬成黑糖浆呢，做起来馒头颜色比较漂亮， okay， 你看，而且比较香。它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四分之一杯的冷水，给它降温一下 ，OK。转化一下。转化一下，给它降温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呢，这样子降温，这样来打面团会比较快。今天我们用到，你煮什么东西？就是糖浆两分钟。OK， 那好了 ，OK。那我们这边用400 g 的中筋面粉。OK， 我们放进来。好，我拿给你好吗 ？OK， 好。全麦面粉。全麦面粉100 g， 全麦面粉这个100 g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很特别呢，它是不脱壳的荞麦粉。对，所以它纤维营养更高。That's right， 因为现在很多人血脂肪高啦，胆固醇过高哈。我们这个其实。
荞麦粉没有筋，所以不能加太多。对，所以我们加了100 gram， OK， 可以增加它的香气跟它的营养。然后再来，我们用五大匙的那个奶粉，五大匙的奶粉，然后各一大匙的黑白芝麻，黑白芝麻好补钙，黑白芝麻下来，然后一点盐，盐四分之一茶匙。OK， 盐巴一点，然后橄榄油四分之一大匙，三大匙四分之一杯，鸡蛋一粒，鸡蛋一粒，差不多70克的大小蛋 ，OK， 好，然后糖浆先下去，来一起搅拌，糖浆先下去 ，OK， 好，这个糖浆已经降温了哈 ，OK， 其实它不是很冷，可是它起码已经降温了，好，先下来，哇，好香哦，这个黑糖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刚才哈、哦、这边，大概已经8分钟了。这个酵种哦，这边还没有哈、哦，你看刚刚种了，可是开始发酵了。然后这边大概8分钟后 ，OK， 还没有很发，可是没有关系。可是你看到它的泡泡都起来了，嗯，有没有？开始起泡泡。OK， 好、哦，它会越起越多，起到这干酵母都湿掉了。嗯、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加进来。时间关系，我们就先加喽。对 ，OK。加进来可以了，那我们就 OK 了。泡泡吧，刮干净。OK， 可以了。那我们哈、哦，一号慢打，给它打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要给它打到哈、哦，它的面团整个变成一球面团，然后都光光的，就是干干净净的底部哈、哦。我们先给它打哈、哦、，OK。然后我们马上休息一下哈、哦，等一下大概4分钟后，我们看它有没有一球形成在那一根打一根杆那边。OK， 我们休息一下。嗯，到底荞麦馒头要打到什么程度呢？哇、wow, ，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打了5分钟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好 ，OK， 其实啊、哦，你要打到它差不多哈、哦，它会粘住这根杆，一撮一球。OK， 它粘住它这样。粘土哦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，你把它拔起来，然后它底下哈、哦、干干的。人家说的，如果没有机器的话，就是面光。三光，手要光，对、嗯、，OK， 所以它不会说黏黏的，黏黏就太湿。Okay. 然后呢，我们在这边哈、哦，大概要擀个，看手力，如果你手力够的话，大概擀个4分钟到5分钟。好，好，那如果手力不够，可能要擀个10分钟。嗯，好，是，因为荞麦它本身没有什么筋，荞麦粉，可是它做起来很。发起来很好吃，眼睛都跟着你转来转去。我觉得每次看我老公在揉面团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有韵律感。那个馒头吃起来就特别感动。对，就是说男生的手力哈、哦，擀起来它吃起来很有咬感、嗯，所以很好的运动。你就这样子擀下去 ，OK？ 擀到什么程度呢？擀到哈、哦，你做起来这样没有裂痕，这样揉起来、这个、还不行啊，不行，还有裂痕啊，它很软。嗯，已经柔软了哈，然后呢，我们看天气，然后再放在一个不锈钢盆里面，给它去给它发酵，对，啊、嗯，自然发酵、这个。这个如果说自然发酵，你没有放在烤箱啦，或者天气热啦哈、嗯，天气热比较快。那这个哈，如果天气冷，有没有？大概今天也要大概五个小时，六个小时。嗯，好，那如果当然你会用比较快的方式放在烤箱，再会放水盘，它帮助它发酵。对 ，OK， 那你看发酵起来一斤就那么大了，嗯、好，好像一个大面包一样。那我们现在来擀 ，OK， 你真的。体力有差了 ，OK， 一年不可是呢，我们但是这是很好的运动。对，其实我们不只加荞麦粉，我们加荞麦哦，对，米粒。刚刚这里面面团呢会比较难搓的原因是因为有荞麦粉，那荞麦粉有比较多的纤维，就是在搓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女生平常如果有加，你看还要有一点韧度，对，所以这个敲起来难怪你搓得很喘啊。对 ，OK，、嗯、然后呢，这个荞麦你看，其实它不贵嘞，可是很营养、嗯。然后你用一杯有没有？然后加一杯又四分之一杯的水，嗯、然后。放在一起哈，泡大概半个小时，是，然后4分钟后滚了，转小火大概6-7分钟，它就变，跟像薏仁很 Q 很好吃。对，我觉得每次这样煮起来的，我单独煮，以前都是跟杂粮馒头、杂粮饭一起煮，单独煮我才发现那个荞麦粒非常漂亮哈，颗颗的晶莹剔透，好像小薏仁一样。对，然后这个我们要怎么弄呢？那我们今天呢来一个比较简单的，不用像做平常的馒头要一颗颗整形，我们就这样漂亮的话哈，先把它擀开，因为今天哦现场的那个有没有摄影棚冷气？不是，因为我们今天用那个投射灯的那种热气，急速给它干。对，然后你没关系，翻面，对，翻面，对，然后把它
擀成长形的，擀成长形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说哈，做这个揉面啊、擀面的运动哈，有助于哈女生什么发达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发达？胸肌发达。哦、OK， 那很好嘞。男生呢？我们先拉一下，拉给他变长方形。OK， 可以。OK， 拉给他变长方形。好，我们先把它定格，我们要做长条状。对。OK， 先拉一下。好，再把它擀开。对。那通常呢，我比较适合擀，不大适合搓揉，所以你的胸肌没有发达。对，那我们也都是你在擀。我们今天还加了这些杂粮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要把它加进去哦。我们加那个南瓜籽，还有什么籽？那个就是南瓜籽啊。还有里面还有松子，不是葵花籽。葵花籽、松子，哇，很健康。然后核桃把它切剪一块一块小块的，然后葡萄干，然后枸杞籽，哇，好健康哦，增加它的甜分啊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只是用黑糖，其实黑糖比恰刷健康，不会那么甜。对，不会那么甜。OK， 可以了吗？赶过来，那一样长形，再过来。好，我们再拉一下，拉一下干的，擀皮，我要把干的藏在里面了。对，好。我现在在拉皮哦。对，好像在拉皮。嗯，所以我觉得做馒头啊，最好的地方就是一个全家的家庭运动。对，有时候像我们两个就夫妻一起来，然后就给儿子做。对对对，对，把它拉成长形的。耶耶，不错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喽，加油！有一个长的脆，那我可以了，把饭放进来了。好，我们先铺饭，因为最主要我们要吃到颗粒分明的荞麦粒，所以把荞麦呢，通通把它放下去。对，哇，好健康哦！哇，好好吃哦，看起来就很好吃了。对，把它铺到全部都有，因为我们要把它包在里面。嗯，然后你就知道，如果不是我们去参观的荞麦田，我真的都觉得哈，我以为荞麦是日本的东西，结果没想到啊，在台湾种的荞麦才棒啊，对不对？哇，嗯，那个秀霞阿姨研究蛮多，像那个菜头粿啦什么，那我们研究这个黑糖馒头哈，所以每个人有健康的东西啊，要多研究不同的花招，家里的人才不会吃人腻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南瓜籽，所以这个样做一个健康的杂粮馒头啊，这个南瓜籽又对你男生好，欸，好像那个在种稻米哦。这个叫我们客家的叫微种，哎，啊，撒种，撒种，撒种。OK，嗯，好，我好像我的馒头好了，我蒸馒头蒸好了。哦，我也蒸一些，然后那个松子，哇哦，好健康哦。然后核桃葡萄干，耶。所以真的要夫妻一起来同工，尤其是做这种营养的。我们给观众看一下热的馒头好不好？哦，我已经蒸了。因为那个卷好之后还要醒个15分钟到20分钟，对，所以我们有事先做好，一早我们就做好了一些馒头，要给现场观众看得到。哇，加了枸杞子，你这个馒头好好有价值哦，营养丰富的感觉。好了，松子下来，来一起来。好 ，OK， 你看好健康，来。一起来做什么？一起来卷馒头。One， 开始。要紧哦。所以这个要有默契。那我们家少一个人，要三个。因为太长了。嗯。还要有一个儿子慢慢卷。还要一个儿子，那就可以家庭一起来做工。你太慢了。哎，夫妻同心要同步，你不能说你快你就叫我卷快一点，每次都这样子。Oh, okay， 好，那就慢一点。叫 just a moment， 啊，对对对，让卷的 roll together， rol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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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r boat， 来，哎，and then。然后我们一起摔哦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拉，还要拉，拉好啦，东西要弄好，没有还没有弄紧。对，刚刚那个就是这样子哦，不能太急，不能太急。对对对，这个拉的时候要等它敲紧了，敲紧了，嗯，然后没关系，有些附着在上面，蛮美的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，对，做菜不要太严格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做点心啦。把它放在上面吗 ？OK， 刀子来。哎，我先拿我的馒头，馒头起来。哇哦，耶！我们先来享受一下，因为它的蒸汽会滴回去。我问你，你在瞎搞什么？你看作秀吗？滴回去就不好看了。哦耶耶耶！你看，对哈，有蒸汽，所以我们在蒸的时候不需要透气孔，但是开锅盖技巧很重要。技巧在哪里？这样子。要马上速度很快，再来一次，外出去，耶！
这样子，好，不然你每次这样滴滴滴，为什么你每一次招出招都不一样呢？你看，嗯，很美吧 ？Yes。哦，哇，你看 Q Q 的哦，看得出好好吃哦，你看你看，层次分明，不错。哇，这个哈、哦，那夹馒头哈、哦、要有特别的夹子才不会夹歪掉。你看，好美哦。你看，妈咪，你看，好像屁股这样子。哎，你看下，站着下下面像屁股。屁股会脱好几层肉吗？嗯。OK。好。很美啦，很美耶。你要不要吃吃看？嗯，啊，每次这样做完的馒头到嘴巴来吃的时候，特别有 feeling， 有 feeling。对，那我觉得我们要夹一点不一样的，夹个东西。对，那我这个要给他哈、哦，跟观众交代清楚。好，你不要得意忘形。好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呢要卷好之后，不是马上拿去蒸，这样子呢还要给他再给他自然，差不多醒个15到20分钟，你也可以切一块一块去洗、嗯。那我们切一块块，对，会比较漂亮。歪掉。等一下它醒的时候有没有哈，就可以又把里面的馅呢。那我们就切差不多120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，这里11个。啊，11个。一个小啊、哦，小 baby 吃。小 baby， 好 OK。来，就这样子。好美哦，奇怪，经过我们这样敲一敲之后哈，好像馒头酥细哦，好吃哦。因为你要切差不多一样，不然你蒸的时间有个熟，有些还没熟。哦，是，不能短碎量。然后你就把它保鲜膜包起来哈，去醒、去给它醒。是，你看很美吧？呀，给你了，我要炒蛋了。好好，对对，来，也、okay、要加料的。我们不仅有扎实的五谷，这个叫什么黑糖荞麦。馒头杂粮馒头以外，我们还可以加料，加什么洋葱蛋。今天来一个不一样的。对，我们来加一点盐，加一点白胡椒粉。OK， 好、哦，盐跟白胡椒粉一点点哈、哦。OK， 然后呢，这样子三粒蛋，然后我们加一点洋葱哈、哦，跟红萝卜增加它的营养。因为有时早餐呐、啊，光一个馒头没有菜哦，其实面虽然今天有加荞麦，其实它都属于第一层。carbohydrates、面食类，对，一定要一点高蛋白，对，跟蔬菜。所以既然是第一层让你吃饱那个部分呢，相对呢你要降低热量，可是要饱足感，所以要多吃高纤的杂粮粗食。That's right. 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煎。OK， 这其实只要一点点盐巴哦，因为那个洋葱也本身很甜啊。那我们这边测一下水珠，因为洋葱哈、哦、它。本身是甜的，容易烧焦，其实水珠慢跑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这个锅子有点热，没有关系。那我喷一点油先。好，油不要太多，喷一点。OK， 好，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洋葱铺底下。OK。然后红萝卜铺在它的上面，哇，早餐这样子很健康哦。OK， 然后葱花呢打在蛋，然后淋上去。蛋应该大一点哦，会比较有那个，其实蛋今天比较少，没有关系，多吃菜。OK， 那我们开中小火。胡椒粉你没有加的？有加，不要太多。好，中小火给它一分钟先。OK， 哇哦，那这个哈、哦，因为被我们这样摔啊，被我们这样挤啊、擀啊，所以你再给它醒大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，你一定要摸起来。可是我有发现，今天啊、哦，我们夫妻一起拍打、拉和拔河那种感觉啊、哦。可以多做几粒，平常只能做10粒，今天多了1粒出来，11粒。啊OK， 那我们要来切馒头了。那如果你发的不够好啦，或者是呢夫妻的同心协力不够呢，那你可能只能切到7到8粒。7到8粒啊，对，我们今天做10粒，然后拿刀子来切。OK， 我们来夹蛋。那我的刀子，对不起，在这里。哎，这个生的嘞。没关系，你拿锯齿刀给我。小刀啊 ，OK， 没关系，哎，可以可以，可以吗？哎，锯齿刀哈 ，OK， 不要将就，
不要这样，该用什么道具就用什么道具。我们把蛋夹在里面，嗯，这样可以吗？耶，可以。哦，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切一个馒头给大家看，待会有两种吃法，一种就像传统一粒馒头整粒吃，好 ，OK。另外一种呢，要包蛋，包蛋。还有一种呢，时间到，我们先来看，给我一点时间可以吗？给你一点时间，好吧？好。我觉得馒头已经够好吃了，可是很奇妙。哎，我们煎蛋，这个锅盖一打开，煎蛋不能给它过熟，给它有点湿湿的哈。谢谢。对，可是这样不能夹馒头啊。这样要翻面啊。对，我看一下我要的金黄色，哦，还不够亮哦，好漂亮哦。嗯，有没有圆？来一个大圆盘 ，Yes，Yes。好，耶！哇！耶！好气呢！哎，不要再加油嘞！你看下面还有点油哦。是，赶快啦！好，哎呦，你看，做秀做过头了，变魔术，变魔术。Yes， 我开面。好，那我们再给它半分钟哈，给它中小火，不要给它过熟，过熟就会老掉喽。OK， 好，赶快。平平的哈，一种吃法，我们可以把它切开来，一个是夹吐司，还有一种女生有时候吃又熟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这样，像我现在想要试吃。你要想试吃啊？你看，像什么？有加荞麦。我就可以烤哦。烤。烤哦，就变成烤面包、杂粮面包，像面包。对，这样可以当早餐，就可以控制热量。有有看。好，这样弄。能不能这样刮刮看？来，再剥剥看。你看一圈一圈的。一圈一圈这样卷起来。嗯，有料的。OK。很棒啊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很香。真的。OK， 我们这个好了。耶耶耶，好了。哇哇哇哇哇！你看，再来一个盘吧。还要再一个盘了。你看，那你尽量玩啊！你看第二面会不会漂亮？哎，很美很美。第二面会不会漂亮？可以。好。哦，哇，哦，哦，哦，哇！你看它一丝一丝的洋葱，好美哦。没有，这个故意给你看的，故意丝丝洋葱的，故意掉下。对对对对。快点呐，很香了。OK， 来捞回来。OK， 我要看这边比较美。好了，我们就给大家看馒头夹蛋。哎，剪了，剪刀。等一下啦，我时间已经不够了。哦，时间不够了。对啦。那我剪一块了哈。好了。放在里面夹。好，那给我夹一下。哦，耶。耶。哇 ，good。太棒了，好吃不得了的黑糖荞麦杂粮馒头，包准你会爱上它。全家一起来运动哦，复习材料还要看营养师怎么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吕秉元，很高兴一起来为健康把关。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养生，那么今天做的这个黑糖荞麦杂粮馒头呢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养生的主食哦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个杂粮里头啊，会让我们吃到很多这个纤维啦、维他命 E 啦、维他命 B 啦哦。那么这些黑糖荞麦啊，它又会让我们吃得饱哦。所以啊，我觉得今天介绍的这个杂粮馒头呢，对早餐来说呢，真的是一个最好的建议哦。早餐吃得饱的话，我们一个早上啊，才会精神饱满哦，有这个体力啊，去面对一天早上的工作啦，哦，或者是上课哦。所以今天这一个杂粮馒头是很适合早餐来食用的。好，另外今天的这个馒头，它有搭配上这个洋葱炒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，因为杂粮馒头它主要让我们吃到很多的淀粉类哦。那洋葱炒蛋的话，蛋里头有很丰富的这个蛋白质。那么洋葱的话呢，就是一种蔬菜，它能够让我们吃到很多的维他命、矿物质哦。所以你看，整个这样加起来的话，其实营养是很均衡而且很完整的哦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搭配是很好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可以把杂粮馒头当成像白米饭一样哦。也就是说，像我们今天不吃白饭，我们来吃这个杂粮馒头。但是吃了杂粮馒头之外，我们吃白饭也一定要再配菜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像今天就配上这个洋葱啊、炒蛋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哦。所以营养均衡又健康。那么吃出美味，也要吃出健康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道菜的热量。黑糖荞麦杂粮馒头一人份里头呢，有蛋白质12公克，脂肪也是12公克，糖类85公克，纤维2公克啊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杂粮的食物里头的纤维量是很高的啊，所以整个热量算起来呢是有496大卡。